张嘉翰，你要走都不理你哦。我说真的哦。你什么时候理过我？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理过我？我们不喊咖看会怎样？不要喊咖，亲下去，我们亲下去。经典场面是不是百看不腻？最近华晨奥斯卡居然电影刻了你心底的名字，你看过了吗？在金马奖前夕再来回顾一次，九底是主要演与导演光临新冠状新闻，当时 Kid 与爽爽刚看完电影，就跟我们一样很入戏。我看到你们的眼神真的有爱，有。兄弟兄弟的爱，我觉得这样很好。对，真的我不知道该看哪里了。我觉得我比 Birdie 有魅力吗？对。开心吗？安稳，我觉得可以换。我是不会说谎。他是属于那一种去做坏事，然后去警察局都测不出来的那种。真的哎，我是被称作怪物新人，我感到很兴奋吗？兴奋吗？没有吗？因为我不觉得是。你不觉得？我不觉得我不觉得我是天生的人。我跟你讲，哇！这个比较夸张，我们现在整台车啊，就是在过程中，就是由我们两位帅哥一直在救天花板。抱歉抱歉，换个地方好了。最近华晨奥斯卡重现刻在你心底的名字，虐心片段，实力派演员直接说来就来。夏天，海边 ，Action！ 张嘉翰，你要走都不理你哦。我说真的哦。你什么时候理过我？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理过我？我们不喊咖看会怎样？不要喊咖，亲下去，我们亲下去。每次都在做。好，看了，好看了。张嘉翰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是咖、啊？我敢说出我喜欢谁，你敢不敢？你敢不敢？好，当初挑选到他们两个，就是因为他们两个的眼神都很迷人，真的很迷人。然后我们就很敢拍大特写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拍 Kid， 拍全身。导演，不能拍，因为你的身材很好。来，三二 ，Action！ 博士，你要走就不理你哦。我是说真的哦。哎，前辈，前辈，我没了。前辈，你不要不理我。拜拜。前辈，我觉得演员真的是很厉害，演员厉害到说，就是现在现场这么多跟电影完全没关系的人，他们可以马上进入情绪，像刚刚跟他就完全整个乱演，你刚刚笑我，你太真实了，你太真实的小报，进入情绪，真的是，他是马上可以进入那个扑倒的情绪。